这边是那个三期车库门嘛，就是这个业主呢，我不从人行通道那里过，他就是一定要从这个车库门，他就走近路嘛。然后我们保安说不能从这里过，他就一下子就来火了嘛。最远的这一栋也不过100来米嘛，损失的话大概是3000左右嘛。新设备还才刚刚安好的，现在就还在协商嘛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